那个深度是2.4米，当然里面的净宽是1.7米，啊、哦，那这样的话是足够当无障碍厕所，但是它这里面全部要重新调整，所以重新调整的话，它所花的钱大概要8万到10万块。无障碍厕所的话，这道墙要拆掉，就竹边墙要拆掉，啊，从这边进去，啊，拉门，然后过去。所以大概是花到8万到10万块左右，就可以改建了。